嘴的质疑就是最高的赞美，真的，因为他们居然怀疑我对嘴。新人上场前紧张吗？紧张。那结果上去之后为什么这么稳？有练习。一开始是不是跟妈妈说不要上台了？对。后来呢？就上台了。怎么克服紧张？练习。然后听说有唱片公司的人去问我的音乐总监说我是不是对嘴，怎么那么会说话，好烦哦！就是说我唱得很好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今天唱的有一点出乎我自己的意料，我觉得如有神助。不要怀疑我演唱的实力，老娘可是从生完小孩身体不好，一步一步爬回来的。哎，大家请告诉我，我应该叫什么歌姬？歌姬啦？什么歌姬啦？都会歌姬。哎，有人叫我都会歌姬啊，什么都会。都会歌姬啊！有人叫你点唱机哦，点唱机还不错哦，点唱机还不赖哦，只要不是歌姬啦就好。疗愈歌姬，疗愈好像已经有人了。鸡哥歌姬，什么叫鸡哥歌姬？咕叽咕叽。三杯鸡，不要再三杯鸡了，逃生鸡。刚有个不错，叫什么？直升机吗？都会机。谢谢，爱你们哦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